你讲他小啦。哪两关呢？哪两关？然后呢？我是操你妈个逼的！你妈先是何必呢？我是 B， 你是 B， 你是操你妈的 B！ 来哦！空运，快捷，不用快捷啦，经济就好了。我这么穷，取料都要买便宜一点的、啊。总共能有多便宜啊？干，明明要出门，现在冲他小啦。总共3160块哦。现在还冲他小，没钱啦、啊、没钱啦、啊、教练还要钱呢、啊，教练要钱，怎样叫啊？赊的，一个158赊账哦。哎呦，你公开了，没有那没差。对，一个就是158块，比台湾的便宜。当初我那只要300多块。哦，那么贵啊？对，拿来卖了。我就拿来当做炼材工具，不是器材工具，器材不是炼材，好吗？正常发挥，好，准备出门。我就问他妈的，都几点了，现在才要出门，到底在冲哪小？又到了快乐骑车之日。今天又是一个加晃的一天，我们要来到了哪里？集集的这个隧道。好，为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南投集集的个小景点。然后可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来乱拍照的。好、啊，铁轨风格，下一个铁轨，反正这边会有很多的岔路，就有无限的地方可以骑进去看。我车经过了，但刚刚没等，自转啦，鸡巴耶，没转到。就是这里啊。进到人家的村庄一样，要举办一点，这个不属于我们的路，所以我们要保持着尊敬的态度。然后回到这种路的时候，你要吹的就吹吧，吹爆不会很管你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欢迎来到车城的一个人文所，只要看到很多人，我都会说是人文所观光区啦，这个叫观光区。那么观光区对我来讲就是很没兴趣的地方，因为那是给人下去，然后一堆人挤来挤去的地方，要不适合我这种文青路线的孤单老人。你太掉了，我就让你丢掉了。我买X15啊，哦，这顶要打到店里的。我买X15，戴布帽。买X15，戴布帽。你看，我们的客人都有钱了，帽子直接打下来，留在阿 K D 当戴布帽。但是他的头很臭，我不想戴，头发太多就是很臭。买咖啡品牌的，闭嘴！你要补说，待我这里才会长头发。因为有咖啡因吗？哦，不含咖啡因才不会掉。不加水耶，酷耶！哎呦，那等一下上面应该有水哦。没错，就要去寻找水源了。帽被拿掉。冒险的开始！哎呀，好大的树！哎呦，到了！哎，就是这里！哎，睡啦！哎，不错哦。先看会不会滑，不然等一下我他妈摔下去！哇，有水耶！哦，要用铅的，我要用铅的。你要下去啊？你不用下去啊？我脚踩上去是滑的、啊，你他妈不会死哦！你看多可爱的袜子啊！哎、欸，对了，复仇者，你不会死哦！你刚刚踩没有湿哦？我就赶快伸出来了，湿一点呢、啊。那谁？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路要走，不能全湿啊！你看他妈的，为什么出门都要碰水？
我不懂。水冷，水行起啊！好了，干，有点危险，但是还是要下去。为了这个照片，哦，这石头好尖哦！啊，干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哦，好滑哦！哦，帅帅，棒！这个位置可以，我给过。再往前一点，不过没有带溯溪鞋啦，应该穿。对啊。我没有带救生衣来啊！看到了没？怎么点我都找得到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有鱼耶，超小只的。然后没有穿鞋子，在踩公路的时候脚超痛，无敌痛。不过看到这个 view 哈，说真的，超级倍儿棒，舒服，废人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今天没告诉我玩水？因为我也不知道今天会碰到水。”我的 schedule 几百年前就放好了，只是熊熊临时要出门，我就随便拿了一个 schedule， 然后就出门了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今天要来哪里。啊，看到了没？改完的车就是要出来，让它，对，让它晒晒太阳。今天太阳没有很大，还 OK 啦。好，继续拍照。玩水咯，玩水咯。哇，看裤子湿掉了。呜，我这边水有点臭臭的，有点像死鱼太多。是最梦幻的地方，一定要超梦幻，还好吧？哎、欸，你前刹车按着哦，你前刹车按着、哦，啊，不要吹太大力，不然它往后跑。好，等一下我换个位置哦。我敢，是啊，没事啊，我在保护我的相机。哦，这不会受伤啊。来来。我想说它是平的，结果我没踩到。全湿。好，结束。干，裤子全湿哎、欸。哈哈哈哈哈。水猴子。靠呗。刚刚跌了一跤，看到了吗？跌了一跤，重点是赖打湿掉了，靠背没有打算湿的哎、欸，所以来玩水，溯溪鞋每次都说要带，然后每次我都没带，我想说我应该 OK 了，靠，来个专档啊，靠背啊，好了 ，OK， 值得，值得，相机没湿，我跌倒的时候一直在护着相机，好了。今天这边大概就拍这样了，因为阳光没有很漂亮，景色非常的棒，但是对，就阳光没有很好。不过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个拍摄的场景，有山有水，然后比较偏向自然的一个 feel。哇，好梦幻哦！我今天找到这种地方，我操，干超感动的啦！我这台车不能倒啊，倒了等一下不知道怎么扶啊，脚踏车是轻胎，这个超不溜的。因为漫水的部分呢，然后加上没有下雨，轻胎就会长出来。那么在行进这里的时候呢，当然也可以用骑的，也可以用牵的，像我就车子比较高，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用牵的会比较安全。我要上岸了，我要上岸了，哦，好滑，Let it go，Let it go。太刺激了，好玩了、哦！享受不一样的乐趣，鸡巴啊！私人秘境，好吧，那边是人家的住家，所以这边有开了一条路给人家做连外的道路，并不是这条是真正的路，这是重点，好不好？这条路，这是住家，没有路出去吗？没有，这就是住家。啊，来口中胆呐，靠背，我的废物队友。
摔车，摔车，摔的是我的车。摔车，摔车，摔的是我的车。干，也不对，很漂亮哎、欸，这个 V 五，然后这个好丑，挡住了，好丑。啊，出发！专营探险，结束。都不知道会有这种路，然后嘛，在高速公路旁边的机车小巷、小道路，啊，不对啊！我逆向了是不是？禁止车辆进入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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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这是台湾道路设计的奇葩，你完全不知道你在走那条路，知道吗？莫名的，你要掉进陷阱里了！他妈的，什么鬼特技啊！我操你妈的嘞！这些公务员他妈被晒啊！但是我说明明就是可以进去，出来的时候便禁止进入。哇，什么都没有。对啊，看你我懂啊。哇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我懂，你我懂还没醒吧？夏天才有啊。哇，哎、欸，接那么远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在冲他脚，我在冲他脚。他越打越奇怪，你知道吗？那越看越明显了，干还挡不掉，操他妈，都要屌啦！啊，这条路有没有很眼熟？苏梦伦跟我们去小琉球。对啊，这条啊，我不知道，他就是带这一条，然后插出去啊。哦，这次的。对啊，你有去啊？小蓝的那一次啊。什么道？中章。这，哎，靠背啊！骑着骑着，我们就骑到了云岭。没错，今天我想要来云岭，等等就知道。不过我要先去吃个饭。先去吃饭，等等再去找他。今天是一个送哥吉拉、护送哥吉拉的一个任务，虽然也没有专程啦，就想说反正要出门了，然后又想说走一下云岭，然后路上到处看看走走，这样就来到了这里。那么今天算是轻装出门，然后带着一个老马仕途。好，但自己的肚子要先顾好，所以先来吃饭再说，吃完再过去找那位我们的浪 K 啊，浪 K 啊，帮你专程送了一只哥吉拉过来，你要好好感谢教主。但是我要先去吃饭。好了，来吃饭了，把可爱的小后照镜收起来。我老实讲，你每次请客的时候，虽然你很大方，可是我每次你请的，我点的嘛点超少，你懂吗？我是那种狠人吗？我是度差吗？是啊，我是狠人，我是度差差吗？对不对？我不是那种人啊。我请你几次？无数 ，many time。但是我不会那么狠啊！你不是我是啊！我不是那么狠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我是。好了，我要看。裤底一包有没有看湿湿的？我到现在已经下午五点多了。你说你要吃什么来着？我要吃同德黑豚五花猪肉餐，240克。哇，跟着马一起出来吃饭呢！你知道为什么要今天要请他？因为我希望去小琉球的时候，我可以撑到三餐。
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啦，啊，刚刚讲什么？我在做梦话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我又饿了，又饿，多饿，开始抗体了，知道吧？我是梦见你。这间到底好不好吃呢？好不好吃呢？其实我会吃没有太大的要求，所以我就随便了，有地方吃就好。吃完就准备回家，不是吃完要去送歌吉啦，然后再准备回家，好开心。哦，你看退役的休息，好啦，就是出门嘛，出门在外就是这样，不要设定你要干嘛，你找方便、好处理、好做事、好吃饭、喝酒吗？和你妈的好地方，这样子就好。耶。没有很空海，但是还可以。约没钱，小弟出门资金有限，希望这顿你可以吃得开心。哎，为什么没帮我开火？开火？妈的，不帮我开火是怎样？酒足饭饱，我们吃了多久？我们才吃了1个小时20分钟。啊，天黑了，天黑了，准备要去找客人了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哇，晚上了，晚上了，开灯了，可以播了。这一路我就是最播那个仔，帅棒帅棒帅棒，一整个就播的，必须播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安全帽掉了，捡起来。我的咖啡掉了，我的咖啡 logo 掉在我头上，我感觉好重。我管他有没有地方装，他自己想办法。Hello，Hello， 好扯哦。睡啦，谢谢。红茶，红茶，小兵啊，随便啦，随便红茶。哦，要这样看。晚上了，晚上了。睡着，睡觉，老板。晚上的来了哦，我们那边很帅，很帅这样。来红茶，哦，班长，班长小兵。耶，达成任务了。哎，我没有进来走难过哎。帅。耶，人家从云林回台中，预计1个小时45分钟。现在开启了卡蒂奇的雾灯，非常的亮，非常的棒，耶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我操你路，在这路上很屌。我家会关掉啊，看一下。关掉了，到底有没有灯？没有嘛，到底。所以有些东西很必要感，哇！为了夜间行车的安全，必备。I'll never surrender.